不起深深，下次我还不敢了。我看到的周深的这个动作，第一眼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，为了这个画面玩到四十关呢。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，这张照片大家看到过吗？王鹤棣大凤打更人骑马路透。有自媒体造谣周深参加了成都大运会，并现场优雅气度与生俱来，随 Moncler 品牌全球代言人王一博，定格绅士时刻，利落剪裁，质感不张自显，风度无懈可击，即刻探索 Moncler 2023秋冬系列。最早我见到他的时候是他刚出道的时候来上我的节目，那个时候就是不是特别爱说话，但是只要一 Q 到舞蹈他就立马起来跳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非常热爱舞蹈的一个少年。然后呢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确实真的他非常非常热爱舞蹈，在现场他都会去想很多的动作，想很多自己的招式。其实在拍摄现场当中你就会感觉到他很慢热，但真的熟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淘气很活泼的一个大男孩。但没有办法，电影里面他就是一直被怎么说教练压榨的那一个，教练一直让他转到吐什么之类的。那作为姐姐就会觉得天哪，真的这孩子太不容易了，就会心疼他。这个是自然而然的。拍摄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对一博挺感动的，因为平时他不太说话，但是在拍摄的现场当中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热爱舞蹈。不开机就是现在不开机，他就在地板上转转转转转转，练练练练练练，他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。